龙探爪，还是一样，动作非常简单。两个脚呢，咱们下面开始啊，两个脚与肩同宽或比肩略宽，基本都可以。然后微微屈膝下坐，先起右手向左，你看，连穿再捧，哎，指尖，大家注意啊，这个脚是有一拧转，哎，不要这样，不要穿的时候就过来，这是有一拧，哎，大家注意看，这是微微有一个拧伸的动作，哎，然后右手。你左肩平齐的时候，重心换过来，动脚尖，动左脚脚尖脚尖啊，然后左手从上穿出去，哎，两个手，大家看啊，右手回拉，左手变扶掌，哎，按下去，坐住，大家注意啊。那个右脚的脚尖，你看到右脚的脚尖是要有一个调整，做出注意啊，不是三体式啊，这可不是三体式，三体式是在这儿，这是放在胯尖，哎，两个食指要调起来。